Hello， 大家好嘛，我是 Nick 啊。咁咧，今集咧就想同大家试用一个面膜嘅。咁近排我行过万宁啊、莎莎咧，咁都有一个热卖嘅面膜，咁就当眼处就见到噶啦。咁咧就系、是、呢个宋仲基做封面嘅 For Wrinkles 嘅呢一个七日嘅面膜啦。咁就我喺萬寧買嘅，咁萬寧就好平啦，65蚊就有七張㗎啦，咁就所以我見到二話不說就買返嚟試啦。咁其實拆開就好簡單嘅包裝啦，一個膠盒，然後呢就係、是、一個嘅七日嘅七張嘅面膜啦。而家就我拆嚟試下啦。10分鐘過去啦，咁咧就敷完呢個最後一日嘅面膜啦。咁我覺得佢啲即係精華液都幾容易俾皮膚吸收嘅，敷咗咁多日 so far 啦嚇。咁環顧翻，其實環顧翻咁多日嘅七日嘅七日嘅面膜啦，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就比較。有明顯效果呢就是燕窩保濕啦，星期一的燕窩保濕和這一個星期四的茶樹鎮靜，還有就是星期六的馬油彈力。那譬如燕窩保濕這個星期一這個燕窩保濕呢，一打開就覺得已經是很多水分了，即是好想差不多滴出來那麼滯啦，那就敷上去也都是很舒服啦，一種很濕好包住你面部皮膚嘅咁嘅感覺嘅。咁另外茶樹鎮靜，我自己覺得敷完之後咧，塊面咧其實都即係冇咁紅腫啊，同埋好似都即係比較消炎嘅作用都有喺度嘅。咁另外馬油彈力，星期六呢個馬油彈力咧，咁就其實敷上亦都係你會覺得好潤啦，即係你會覺得好明顯有分別咁樣咯。咁同埋我覺得呢個七天面膜其實有個幾好嘅。即係點解要買呢個咁好呢，就因為其實佢逼你敷七日咯。你敷完七日之後，其實你皮膚點都會有改善到㗎啦。敷因為我覺得呢個面膜其實都啲營養液都唔錯嘅，係啦。咁同埋都冇敏感啦 ，so far 都 OK 咁樣咯，係啦，冇生粒粒咯，最緊要呢樣嘢啫，咁樣嘅。咁同埋佢價錢咁平咧，即係60幾蚊咁樣，咁就可以買到一。合七張不同的味道咯，但是大家其實買的時候留意翻，因為有些其他可能賣其他化妝品的店鋪就會是只是買10張咧，只是翻可能個味嘅啫，即係譬如10張黑珍珠美白，10張麻辣咁樣嘅，咁就嚟翻要透明膠盒呢一個咧，咁先至係一 cap pack 咧就會有七日不同的味咁樣，咁樣可以試勻曬，覺得邊個 OK 嘅，先再主打買嗰個味去敷咁樣咯。咁樣嘅，咁今日嘅 review 就去到呢度啦，咁樣，咁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啦，咁同埋就得閒可以睇我其他片啦，同埋可以 like 我嘅 Facebook 啦，同埋得閒都可以上我 website 睇下咁樣嘅，咁就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